人的一生是万里山河，我们踏向心中的每一个日升和日落。有的出发要开足马力，有的探寻需不动声色。这一路迎接我们的，那是关外的大漠，是关内的异乡。我们或许会入住红花树，或许会逃离小凉州，或许会大战黑石城，或许会在哈罗公路重逢。每一次冒险都是新的相遇和再见。那里这一路坚信勇气与梦想终将功成。冲过去，与你同行，西出玉门。